今日同大家用青瓜做一个墨西哥卷饼。青瓜洗净，用沙律机一泡切过气，将青瓜刨成幼条备用。用手将青瓜多余的水分揸出，将鸡蛋、面包壳、蒜粉、盐同埋芝士碎加入青瓜丝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将沟好的材料分成四等份，搓成球状，铺起已有烤焗纸的锅中，用手压成饼状，放入已经预热的焗炉，用180度焗20分钟，完成后拿出来，在饼上搽上忌廉芝士，同埋放上腌三文鱼，一起吃就好好味啦。鍾意我哋条影片嘅朋友可以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同埋记得揿着个钟仔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同埋影片。